杨子哲告诉为夫，到底想不想？想。好。可乐填满泡沫机，新娘。反正转一个天气。太子殿下有事，我去太子府。哎，你去跟太子说，将军还有事儿，待会儿再去。我找太子有正事。李青通说他有事儿，有什么事儿？他在做什么？在和司仪仙。童儿还没听为夫说饮水之法。你说。这个简单，只要挖一条水渠。行不通，挖的小了，根本承受不了太平河的水。挖的大了，就等于是给太平河窄了河道，城内不可能流过那么大的一条河。万一哪天河水泛滥，岂不是把整个太平城都淹了？城西三十里，那里的地势远高于太平城。从那里引水？还不算笨。我现在就去找太子挖河道。李嘉宾到了。哦，进来。太子殿下。青铜若是如此，便是跟本王见外了。太子殿下看，这里地势要比太平城高上许多。从这里引水？嗯，只需要开挖一条小小的水渠，倘若水满，再要填上也十分容易。嗯，那既然如此的话，就吩咐下去吧，则即日动工吧。是。储备的粮食还够吃多久？禀将军，以现在的情况，储备的粮食最多维持十天。黄金呢？还有2000两，但以现在的情况来说，可能撑不到两个月了。将军，这样下去不是办法。太守已有严守城门、拒绝难民涌入的打算了。摘一片栀子花，嫩绿的树叶。放进箱子里做岁月的书签，让它代替青春陪